你对美莲都无好印象啊！我老实甲你讲，你一定疑神疑鬼，无安怎嘛？你讲到安怎？啊，所以记者要来甲我等的时阵，我唔才叫亚纯来甲我解围。啊，伊之前捌你饭店做过代志啊，啊，少强对我嘛熟悉，所以我想讲这件代志，咱虎虎说说咧，就准拄煞啊。啊，头拄我到去遐，你先阿爸甲我讲，你用讲话清楚啊。好，你气甲安尼，你面看人要惊死呢？记者车对不？我结讲叫你骂啊！阿某要骂，阿我咱等下厝的骂，在你骂可能无要紧。你外口面子个小可顾者，对不？较好看嘛。我再讲 ，A B 人今仔日甲我借钱，伊表示讲伊走投无路啊啦。吼、哦，我若甲你讲，你也误会伊咧，要安怎？是甲讲伊安尼骗财骗色，食老不输贵，无检点。我讲，伊一关哦，那无多过去哦，我惊想袂开。你即马咧，唔敢面就对啊？唔是啦，我是惊你惹麻烦。是你咧惹麻烦？你两个自少年都有暧昧，结婚了后阁继续安尼高高低。我本正想讲哦，这一年过去啊，你两个应该断亲去啊。无呢？哎，想袂到你对伊还是安尼旧情绵绵哦。哦，对，你会惊，你会惊吼？我看到伊，我会敢骂吼？伊会想袂开，伊拢无想到讲，我看到恁两个做伙的时阵，我会对心肝。还是你跟我讲，这十年过去啊，我这个心肝已经对到变乌青，我拢无走，所以你才我告告告。哈哈，这个亏我吞袂落，我要来走。你来嫌我无够气，你来一路叫袂要紧啦。慢慢啦，慢开。放手！哥，大姐，你明了知影嘛？过去饭店一定了讲。你啥时阁叫伊去啊？阿妈去到伫甲出走，妈是去爸带查某人去开房间，是爸做唔对，你应该骂伊才对。阿爸，我讲对方是去甲伊借钱啊，你有相信爸？啊，重点唔是我相信还是唔相信，重点是爸无应该阮妈妈私底下甲迄个查某人见面，这是一个做红事对太太上基本的尊重。伊妈知影家己做唔对啊，这记者甲伊抓到的时阵。伊才会拜托你替伊解围，敢不是？阿爸是无想要甲代志闹大啦，这是善意的谎言啊！善意的谎言嘛是一种欺骗，你才让善意的谎言伤害过你袂记啊！无人介意谎骗，妈嘛是同款啊，所以你不应该替爸阮妈妈。我认为我带妈去饭店没什么问题。爸，我讲没有大姐，我尽力了啦。你讲没赢，我敢就讲会赢。你要看这种激动点。你点点不是你讲没赢，你点点是因为你心虚。啊！你妈到底走去倒位去啦？打电话无要甲我接，你妈阁想我想了解啦，伊即马阁咧生气啦。爸，你无跟妈讲对方是去甲你借钱哦？有啦，该讲的我拢讲啊，都差无站街头，规日甲借转尔。爸讲你妈都听袂入去啊，你妈阁认为我的心内哦有迄个查某人。你看你，干嘛想到我安尼啊当？家己的翁婿甲前女友阁有联络，甚至约伫咧饭店开房间，倒一个查某人有法度接受？冤枉啊！我勒真正无安怎啦？那冤枉，即摆出去的人就是你啊啦！